I'm Jeff Connors, President and Founder. JPEPSEC 公司总裁及创始人 Jeff Connors. 我在整个加拿大涉及大直径管道已超过18年之久。我曾经历市场上其他加重产品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由此我开始开发 PEPSEC 的浮力控制系统。早期设计一套不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系统对我而言非常重要。PEPSEC 采用了不会影响环境的中性设计方案，我们采用的织物不会发生生物降解，料袋中使用的稻渣也是当地的沙粒。接下来您在短片中还将看到 PEPSEC 产品的诸多其他优势。大多数埋入式管道需要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以免因地下水压力而发生漂浮。传统的水泥型产品已无法满足当今管道在环境和工程方面的标准。PEPSEC 管道加重系统则是一种获得专利的创新替代方案。PEPSEC 土木织物加重材料取材坚硬而耐久的聚丙烯织物，在填充了当地的骨料之后，可在管道中产生负浮力。PEPSEC 加重材料可用于各种直径的管道，每袋满负载量从450到14000磅不等。在当今环境下 ，PEPSEC 系统是一种用于控制管道浮力的负责且明智的方法。PEPSEC 产品取材土木织物，此类材料经测试证明可使用达100年以上，且不会将任何有害物质渗透到地下水中。而水泥型加重产品则会发生此类情况。PEPSEC 产品按要求只填装当地的天然骨料，简化的订购及填充过程，外加简单的安装，这一切使得交付周期更短。PEPSEC 产品可在几天内送达施工现场，无需额外的钩深，无需沟槽脱水。PEPSEC 产品的安装就是如此简单快捷，填充操作可在沙粒能够卸下的任何地方进行。为实现简易的填充过程 ，PEPSEC 设计了能够使用6槽式给料器的快充放系统。在3到4名工人操作的情况下，每件 PEPSEC 产品的整个填充过程只需大约4到5分钟。如需加速填充过程，还可增加工人人数。PEPSEC 产品常常可以在沟槽内无工作人员的情况下进行安装，由此确保了沟槽区的安全，并减少了管道承包商及业主的责任。PEPSEC 产品在管道上为软性，从而降低涂层损坏的可能性，同时还可以让管道轻微移动，这在地层容易移动的地区实属难能可贵的设计。由于重心较低， PEPSEC 产品不存在从管道上脱落的风险。超重量级的聚丙烯土木织物经过专门设计，可抵御管道施工中的恶劣条件，同时又采用了多孔设计，为地下水和阴极保护轻松提供管道。每件 PEPSEC 产品的主要支撑力由具有高张力绑扎性能的系统提供，该系统可提供高出 PEPSEC 填充负载达4倍以上的安全系数。鉴于所有材料被填入了新的管道，综合的生产或采购规范对确保所有产品符合或超越行业标准而言至关重要，土木织物加重材料也不例外。如需获取土木织物加重材料的规格草图，请联络 PEPSEC。PEPSEC 公司拥有久经考验的经营历史，它与众多领先的管道公司共同致力于保护环境、安全以及实现低成本安装的事业中。我们期待未来与您合作开展项目。感谢您花时间考虑 PEPSEC 浮力控制系统，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一定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若将来有机会合作开展项目，你们一定会满意。详情请联络 PEPSEC。